卧蚕怎么画简单好看呢？先用棕色胶笔画一条卧蚕线，在没有干的情况下用刷子把它晕染开，然后再用卧蚕笔提亮卧蚕和眼头的部分，眼球中间也可以用作来提亮哦。亮的珠光闪片看起来更自然，这是一款轻别简单携带比较方便的卧蚕笔，后面自带一个削笔器，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。这样一个简单好看又闪闪的眼妆你学会了吗？还没学会的宝宝点心加关注，直播教你画眼妆，拜拜。